进福堂了解一下孝丽子人生若只如初见。有位粉丝说，这些年每次看到小丽子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发胖，就像泰坦尼克号结尾看到杰克沉入海底一样难过。去年春天，孝丽子瘦身成功，她因主演昆汀·塔伦蒂诺的新片《好莱坞往事》而开始魔鬼健身，网上流出的剧照也显示她身材回春了。在上个月又传出小丽子复胖的消息，她与阿根廷超模女友卡米拉在泰国海滩度假的照片曝光，除了肚子圆鼓鼓的，脸也胖成了一个大写的 O。 莱昂纳多中文网微博截图吴奇隆，马上要当爸爸的吴奇隆最近一度也陷入了发胖危机。去年下半年，吴奇隆的微博上晒出的内容很多都与吃有关，直到看到11月香港经纪人黄百高在微博上晒出的他与吴奇隆的合影，才发现他果然是发胖了。网友分析称，刘诗诗照顾得太好导致吴奇隆发胖。12月下旬，吴奇隆官宣爱妻刘诗诗怀孕，这个幸福胖有了更充分的理由。黄百高微博截图，克里斯帕拉特星爵克里斯帕拉特去年上半年先后在复仇者联盟、侏罗纪公园2两部大片中露脸，而下半年他的主要被关注点则是与施瓦辛格的大女儿凯瑟琳的恋情。12月14日，星爵自曝求婚成功，有情人终成眷属。随后，星爵就在幸福胖的道路上一发不可收拾。今年1月，星爵与未婚妻外出度假，他的身材已经不能用健硕来形容了。在了银河护卫队中的腹肌完全变成了 Dad Bod 爸爸肚。不过，爸爸肚在未来可能会成为一股时尚潮流。美国最大的健身连锁品牌 Planet Fitness 有一个调查，结果显示 69% 的女性觉得爸爸肚很性感。78% 的女性则认为一个有爸爸肚的男人对生活是满意的，他们是温和易于相处的。视觉中国豆瓣电影截图外衣导致发胖主持人华少去年也遇上月半困境。年底时，华少在一档节目上解释了其中原因。他因头部受伤不能做激烈运动，否则就会拉扯头皮导致伤口撕裂，严重的话还会导致头皮部位秃顶。此外，他导演的项目启动后又不断和各方打交道，每天都需要应酬，有时候一晚上最多要吃5顿饭。面对发胖，华少采取了自黑态度，他主动回应了粉丝关于发胖之后戒指卡不卡的问题，说一个靠才华吃饭的男人现在是靠肉体走红。华少微博截图，因为出演玄坛包拯系列古装电影， TVB 小生陈建峰为了角色增重了20斤。一个月前剧照曝光，也不明就里的网友指出其身材发福走形，陈建峰却并不着急解释。他在微博上称，与其不停落入解释与不解释的圈套之中，不如活得潇洒自在。原谅我就是个不爱解释的人。视觉中国内因决定走向任贤齐在2018年最后一天晒出一组图片，称自己这一年经历了增肥减肥的辛苦、高强度的训练、身体的疼痛、精神的折磨，但这些会让人更强大。此后，任贤齐的微博中就经常出现他在健身房的照片，俨然变成了健身达人。任贤齐微博截图，前锋去年始终与胖做斗争，年终参加综艺节目《我家那小子》，不吃不喝努力锻炼减肥，一个月瘦了20斤，年底却出现复胖的趋势。芒果台小年夜春晚前锋与韩雪同台亮相，看上去比减肥前还要胖。对此，前锋在微博上的调侃显得有些无奈，感谢大家，我的胖瘦都牵动着大家的心。前锋确实是易胖体质，稍微不注意就会发胖，但他曾表示自己喜欢安逸，这大概也是他减不下来的主要原因。韩雪微博截图，有些男神是弹簧体质，胖瘦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比如蝙蝠侠克里斯蒂安贝尔，感觉他一直忙着为角色增重减重。贝尔身高183厘米，2002年主演火龙帝国时体重是83公斤，2004年机械师变成了55公斤，2005年蝙蝠侠
侠影之谜体重回到86公斤。2006年重见天日61公斤。2012年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90公斤。2014年美国骗局94公斤。2018年副总统107公斤。1月底亮相美国演员工会奖颁奖礼时成功瘦身40斤。视觉上只有副总统时的一半体重吧。视觉中国豆瓣电影截图印度明星埃米尔汗也是熟弹簧的刷胶吧。爸爸中他分别出演了19岁、29岁、55岁这三个不同的人生段。影片拍摄时阿米尔汗要先拍55岁的戏份，于是他一个月内把体重增加到了194斤，体脂达到 37%。然后再回到29岁他迅速减肥，五个月内体脂回到 9.8%。 除了在健身房锻炼，阿米尔汗还严格执行了热量赤字计划，每天摄入1800-2500卡路里的热量，要包含 20% 的健康脂肪、 30% 的蛋白质和 50% 的碳水化合物。豆瓣电影截图新京报记者王林校对吴兴发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艺人微博截图莱昂纳多中文网微博。